开始了没有？开始了。没有。已经开始了。不可能，我跟你讲。还有地方呢。竖屏。竖屏。那就撑不了三个人了。等一下，红屏可能。哎，这个红屏撑不了。你让那就不框了吧，你遮住吧。鲁班，你拿着鲁班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 TFBOYS。TFBOYS。Hello， 大家好。啊，那么今天就开始我们的直播。好，直播第一项。你马上拿着鲁班。等一下，因为这个框不进去，以前就这样，没有清洗，对，没有清洗的地方。你再拿远一点。OK， 那就再远一点。好。有了。好了。那么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内容。第一件事情呢，第一个流程呢就是打个招呼。那么刚才我们已经给大家打过招呼了。然后第二个流程就是分享一下我们此时此刻的心情。好，那么我先来。现在我的心情呢就是比较开心、激动以及兴奋。这个状态是为什么呢？我给大家一一道来。就是马上就要参加一直播的。一下科技的那个心动一下活动了，活动，对，所以说非常的开心与激动，还要任职那个未来指挥官这样一个什么玩意儿 title， 对，特别的兴奋激动，对，好，接下来请，好，我来，好，大家上来前心情很开心，就是很开心，因为今天是个好日子，好，然后先洗吧。哈喽大家好，我是杨千玺。然后第二项上台前心情，我现在很激动，然后有点新鲜，因为这个是我们入职一下科技这个未来指挥官，然后也是第一次。4周年结束之后就是有休息，然后还去韩国老师那边就是参与了一个慈善活动。好的，那么接下来的场由我们两位先撑一下，我去一下厕所。好的，那现在我开始讲讲我4周年之后直播在上厕所吧走过去，我来讲4周年之后在忙什么。4周年之后有休息，然后去韩红老师那边做了公益，感到非常充实，非常开心。开学时间和暑假作业，嗯，你有暑假作业吗？没有。那我们就来讲讲王俊凯吧，他就要开学了，马上就要上大学，要上大一了。然后开学时间就是9月1号。9月1号，嗯，来到9月1号，然后我们非常开心。关掉一个。没想上厕所，没关。赶紧说话。啊？什么？哦，一会儿要参加入职仪式。好随意。等一下。严肃。好。一会儿呢要参加入职仪式，亮哥会作为首席，亮哥是贾乃亮，贾乃亮哥哥会作为首席创意官，特意给我们做一个名称，就是刚才我说的一个就是 title， 对，我们给大家做个互动，我们给大家几个关键词，大家可以来猜一猜，全球首个，看我们，好好写，写一下。好了，其实我在这里可以先给大家透露一下，我们这个名字就叫太空卫士，全球首个。看我们，着眼未来。好，进入下一个环节。昨天大家提名了几首歌，现在我们比划，大家来猜。好。歌呢？这个吗？啊，这个啊。好，先这个。这个不都有吗？就是哦，我们。我们比划，大家猜，可大家猜的，我们怎么知道猜对没有呢？对，可以吗？好吧，那来一个吧。好，第一个，好，大家可以看背面，可以看非常的清楚，是吧？也太清楚了，怎么看？我都从摄像头里面看到了。那我来拿着。好，第一首歌。特别的简单，叫做我们比划，你以为呢？第一个你先来比划，你一个一个比划。哦哦，
这个。哦，这个。这个。嗯。猜对了。好，猜对了。嗯。好，第二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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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第二首歌。哈哈，这是好，好，猜对了，猜对了吗？还没有，还有，嗯，啊，那我来吧，猜对了吗？猜对了吗？还没对，还没对，这下对了，好，谢谢这位观众，有人猜出来了，啊，好，下一个，下一个，这个。太简单了，嗯，对，好，这个环节虽然就是大家精心准备了那么久，但是还是有一点小的，那我们就继续这个环节，第四首歌，这个好简单，嘿、hey, ，我们好，还要继续吗？有点难，哎，怎么办？看不到了，好，没法了，怎么办？那么三首歌呢？哦不，一二三四四五首歌是吧 ？OK， 嗯，好，进入下一个环节。嗯，好，进入下一个环节呢。那么这个环节呢，其实也非常的开心，就是大家也非常的，我们三个也非常的兴奋。啊、哦、哇！然后征集了一些网友问题，然后我们会抽几道来回答，然后三个人。就是每人抽两张，每人抽两张。好，嗯，好。平时自拍喜欢用什么姿势？先回答一个吧。平时自拍选，就是一般自拍就是很正常，就是没有什么特定的姿势，对，看心情。第二个问题，嗯。如果一觉醒来发现你变成女生会怎么办？这个问题其实我以前已经答过了，对，就是爱怎爱咋咋地，对吧？变成女生那就变成女生嘛，没关系。然后我的这个问题是，平时洗澡的时候习惯先洗哪？先洗脸。然后，最想挑战的角色是什么？嗯，想挑战霸道总裁吧。嗯，我第一个问题，如果有三天假期没有通告，会想去干什么？我会选择窝在家里面，然后时不时出去散个步。你把千玺头给咔掉了。然后粉丝们，你往上一点，对对对，往上一点，对对对。那我趴下来。OK， 来，粉丝们都很喜欢你们的女装造型，以后还会以 TF Girls 的形式出现吗？不会，不会。我们也没有以这个形式出现过。然后呢？好，那么下一个环节就是福利环节。嗯，刚才的五首歌我们跳过，是我们一人清唱一首，然后呢，我们三个人来合唱一首。嗯嗯。好，那么第一首就谁先清唱？我先来吧。嗯嗯。是你是你，真的是你，是你是你，如果是你，让我看到，让我遇到你。好，那我就唱魔法城堡。唱什么？唱一个魔法城堡。彩色的阳光洒满了城墙，勾勒着希望的模样。精灵飞舞般动漫生长，合成记忆起被无限拉长、哦哦、嗯，然后我唱我们的时光，然后青春我们仨合唱。嗯嗯嗯，我们时光，我们好好珍惜，好好感受趁现在的时光，还能无所顾忌的让，也许童话里的情节是大人们说的话，还能能哒哒哒到天亮。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，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。哦，这首歌给你快乐，你有没有爱上我？好，下一个环节就是结束。结束，好，好，一个 ending。
对，接下来我们会继续上台。哦，接下来我们会继续上台前的准备。今晚19:30、7:30，一直播，心动一下，明星盛典，不见不散哦。拜拜。我还有，我们即将会在今晚入职并宣布我们的职位，大家一起期待吧！不能来现场的粉丝们也不急，活动将在一直播同步直播，大家准时守候，晚上见。对，我们的那个职位呢也很简单，宇宙卫士，一定不是未来指挥官。谢谢大家收看，谢谢大家收看这次的直播。谢谢，那我们7:30再见，拜拜，7:30拜拜，谢谢大家喜欢宇宙卫士。